本想解一个微头条 AI 写作小副业 AI 一键二创高端玩法，普通人也能月入40000以上的一个项目。最近 AI 很火啊，正好是也在测试，用来写文章很正常。个人觉得微头条会更好一些，单价收益也还可以，能够满足副业需求。啊，微头条啊也是非常好的。我们现在主要是通过 AI 去实现文章写作，完全用 AI 替代了人工。啊，傻瓜式的操作非常简单。课程包括这个爆文素材的选择 ，AI 工具的建议 ，AI 指令如何改写爆款文章，如何发布微头条的一些注意事项，还有一些建议，还有平时的一些注意事项都有详细的讲解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五节视频课，视频都比较大，但是都是一两百兆、两三百兆、三四百兆的这个教程，还有这一个指令啊，相似度查询，还有这个 AI 软件全部都有提供。如果想要本台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微头条 AI 写作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台教程了。